哎，你给我讲讲你前女友呗。你别没事找事啊。哎呀，多无聊啊，你让我帮帮帮吧。你说哪个？还哪个？你时间谈的最长的哪个？那你先说好不气。谁？你说。大学时候那个。那你俩什么时候你最开心的时候？老舅母那时候高考完假期认识的，然后我就约他出来，他就说喜欢我，然后就在一块了。哟呵哟哟，看给你美的，皮子胖的那是。没有没有。你可美可得劲儿的是不？还有啊。还没有，你到现在都记得那么清楚，你是不是忘不了当初怦然心动的感觉呀？你看你这，你一不说好了不气了吗？把那个牙都闭上。哎，那你俩第一次约会是在哪儿啊？第一次约会我记得是在我家那儿大河边。哎，我跟朋友钓鱼，他来找我。他找你干嘛？给我送雪糕。那么贴心呀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还记得他给你送的啥雪糕啊？大头睡。那你俩第一次这啥时候呀？棒装二哦，河边啊。第一次约会就亲嘴是吧？他是很美是吧？这是美点文字。你那嘴角比98K 都难养。谁？没有哪有。好笑吗？爆笑。你连第一次约会都记得，吃的啥雪糕你都记得，真钱你行啊你。你骗我呀。那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哪呀？是什么啊？等一下，还我不记得，记得，就在这儿，你亲自给我做的辣椒炒肉。你是个美丽的地方，好，我这。